Hello, Fenders, this is Working Fish. 今天我来介绍一款非常好用的文件扫描程式。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扫描程式叫 VBlade。VBlade 这一款扫描程式具有强大的 AI 弯曲校正、颜色校正以及 AI 手指移除这些功能。AI 弯曲校正以及手指移除的功能，使我们不管在扫描书籍或者是文件的时候，不用特别去在意手指有没有入镜，一样可以得到平整的、无手指的扫描图。至于颜色增强的部分，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从上方的设定里决定要不要开，因为这个设定主要是让这个图片看起来不要那么像图片。它会自动侦测纸张空白处，然后将那些地方颜色变为纯白。但如果扫描的东西颜色比较丰富，就建议不要使用这个功能。讲完了强大的 AI 弯曲校正以及手指移除功能，这自然不是这个程式的全部。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程式强大的输出功能。在扫描完以后，我们可以点击下方来查看我们刚刚扫描的图片，或者是到左下角点击书架，然后查看所有的扫描图片。我们这边先随便点一张刚刚扫描的图片来看一看。当我们点开图片后，可以看到下方有一排功能，这里我们可以对单一图片进行裁剪、输出、分享、删除以及保存成图片等动作，也可以对图片进行文字辨识。我说这个程式输出功能非常强大的原因，是因为这个软体如果将扫描的图片文字辨识后，将这些图片输出成 PDF 档，那么这些文字就会在 PDF 档上面变成可选取的文字，并且会在正确的位置。当然，这些功能除了裁剪以外，都是可以在书架页面批量进行的。我们先返回书架页面，将多张图片选择起来，然后按左下角的文本功能。这个文本功能就是我们刚刚在单张页面看到的文字辨识。当图片辨识好后，在这个图片左上方会有着 OCR 的标志，表示这个图片它里面已经有文本了。然后这个程式也不是没有限制，它每天限制只能进行100次的文字辨识。但以一个免费程式来说，这样的配置已经算很佛心了。况且即便不论这一个文字辨识的限制，其他功能也算是吊打其他的扫描软体了。OK, 今天影片的美术啦，如果下面可以在影片下方帮我们按个喜欢，帮我们频道按个订阅。OK, take it easy. See you guys.